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 USKN 新闻，我是主持人艾比。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新闻内容。川普提议在南北韩边界板门店举行川金会。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表示，川普赢得大选的原因不是经济，而是白人基督徒男性选民。川普将在周五举行的步枪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美国护士短缺程度创新高，或因婴儿潮入中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29人死亡，包括国际记者。美国总统川普30日提议在南北韩边界的板门店停战村举行川金峰会。川普在推文上指出，他与北韩领袖金正恩的会晤考虑地点有数个国家，但位于南北韩边境的和平之家可能比第三国更具代表性、重要性和持久性。尽管川普在推文最后说只是询问，但川普自己提出这样的建议依然引起了注目和揣测。此前，华府有专家分析，川金会地点极可能在平壤或朝鲜半岛内举行。如此，除更具象征性意义外，亦可为川普、金正恩等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增加希望。位于两韩之间非军事区的板门店，因1953年7月27日在此签订韩战停战协定而闻名于世，曾与柏林围墙一起被视为冷战时期的象征。在板门店南韩一侧有和平之家、自由之家，北韩一侧则有板门阁、统一阁等大型建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朱利安·杰利指出，民主党到目前也无法理解川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意想不到地赢得总统大选，并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归功于白人基督徒男性。朱利安·杰利教授昨天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美国主导地位的白人基督徒男性们担心他们对比其他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地位下降，因此他们选择川普而不是希拉里。在2016年，川普选举胜利是因那些感受到危机的基督徒男子能够把他们的竞争对手赶到威斯康辛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根州。这些人不管在任何经济政策上都会选择支持川普当总统，而民主党认为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支持的想法是误解的。预计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本周达拉斯举办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上发表讲话。这次访问将是川普第四次向 NRA 年度会议致辞，但今年不同的是，川普敦促立法者不惧怕 NRA， 建议执法官员不需要正当程序就将枪支从危险的人手中直接夺走。而两个月后就开展了与全美步枪协会的对话。白宫发言人表示，白宫正在就具体细节进行磋商，拒绝就总统关于枪支组织的计划发表评论。这场计划中的演讲就发生在佛州帕克兰高中枪击惨案后的两个月，当时17条生命，也引起了全国性的控枪运动。总统也曾表示要将购枪年龄提高到21岁，并且加强背景调查等建议，但在会见过步枪协会的领导人后，他最终只支持了枪支游说团体支持的温和提议。 NRA 花了超过3000万美元来帮助川普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当选。另外，副总统麦克彭斯也将计划出席星期五的会议。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29日痛批众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对通俄案的调查报告，认为调查是个灾难，伤害了与外国情报机构的关系。众院情报委员会27日公布的调查报告称，没有发现证据显示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众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还公布了民主党人的不同意见，民主党人认为有勾结，但共和党人没有对关键部分进行调查。科米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时表示，众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被政治化，坏了自己名声，损害了与外国情报监督法院和情报界的关系。调查是个灾难，而不是出于良知。他认为调查报告就是一份政治文件。川普则称调查报告符合他的说法，他的竞选团队在大选中与俄罗斯没有勾结。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两起自杀性爆炸事件。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看详细内容。美国近年来的护士短缺程度创下新高，因在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大都步入中年，病人数量也大增。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统计，美国每年护理人才短缺120,000人，截止到2012年，累计护士缺口高达100万人，而本地年轻的护士又补充不足，导致美国护士严重缺乏。由于护士严重缺乏，多年来护士在美国职业移民种类中成为最容易申请移民的专业。在美国，只要你考取了注册护士，就等于完成了移民。护士移民条件宽松，审批周期短。目前，美国劳工部把护理职业列入劳工缺乏的 A 类职业，美国移民局将优先处理外籍护士办理居留美国案件。美国护士是目前世界护理行业中薪资福利待遇最高的。美国法律规定，外国护士在美从事护理工作必须享有与美国本土护士同等的待遇和福利。目前，美国注册护士平均起薪为每小时25美元至30美元不等，每周工作40小时，超时为1/2薪金，节假日为双薪。注册护士年收入约为5万至10万美金不等。运营商 T-Mobile 和 Sprint 在29日宣布达成265亿的合并协议。如果该协议最终获监管机构认可，合并后的公司将跃升为电讯业巨头，而电讯业竞争减少，或使消费者的收费上升。据报道 ，T-Mobile 和 Sprint 分别是全美第三、第四大的运营商，两家公司已筹备合并多年，但在2014年曾被奥巴马政府否决合并方案。消费者担心电讯业竞争减少，或使服务价格上升，而工会则担心可能引发裁员。Sprint 执行长克劳尔与分析员举行电话会议时承认，获监管机构通过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称在公布合并消息后，已即时致电联络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裴伊。公司强调，合并后计划聘用更多员工，人数会比现在以两家独立公司方式经营的为多，尤其是在郊区。另外，合并亦有助发展更快速的 5G 无线网络，确保美国不会把技术领先地位拱手让给中国。公司亦称，合并后的新公司不单是与 Verizon、AT&T 竞争，也是与其他无线、宽频和视频业者竞争。T-Mobile 执行长莱热尔将出任新公司执行长。他表示，这并非是由4间电讯商变成3间电讯商，目前业内就有7、8个大竞争者。有关交易仍待司法部和 FCC 审查批准。麦当劳的股价在周一盘前大涨超过4%，好于预期，这受益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强劲。麦当劳第一季度的净利润达到13.8亿美元，每股盈利1.72美元。相比之下，去年同期的净利润和每股盈利分别为12.1亿美元和1.47美元。开业至少13个月的全球同店销售增长5.5%。轻易超过了汤森路透调查分析师平均预计的3.94%。国际领先市场的同店销售增长7.8%，超过分析师预计的5.3%。这些市场包括澳洲、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麦当劳在美国的餐馆营收亦超过分析师预估，受益于菜品价格上涨以及客流人数增加。今年迄今为止，麦当劳股价下跌了8%。但是去年该股的股价却上涨了13.1%，在过去的12个月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6.1%。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周一发生两起连环自杀式爆炸，造成至少29人死亡，包括8名记者，另外还有包括5名记者在内的至少45人受伤。伊斯兰国通过旗下阿马克通讯社声称，对在阿富汗的这次对媒体从业者史上最致命的袭击负责。阿富汗官方和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在清早的上班高峰期，在阿富汗情报机构阿富汗国家安全局的办公室附近，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摩托车上将自己引爆。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称，当救援人员和媒体几分钟聚集到事发地点时，伪装成记者的第二名自杀炸弹杀手
将绑在身上的炸弹引爆，造成了大多数伤亡。负责阿富汗的美军和北约非战斗任务的约翰·尼克森将军说，我们强烈谴责在喀布尔造成记者、阿富汗军队和无辜百姓死伤的这两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喀布尔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不知名的持枪分子在边境城市霍斯特杀害了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当地记者艾哈迈德·沙阿。阿富汗塔利班组织随后发表声明，否认参与喀布尔和霍斯特的袭击。以上就是今天的政治社会新闻内容，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关注由记者许银基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头条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头条报，我是记者许银基，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美国三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有哪些内容。首先来看看《华尔街日报》，标题为美国对朝鲜的举动感到警惕，美国谨慎看待朝鲜去核化承诺。我们可以在第九页看到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美国高层官员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末做出的关闭平壤核试验场的承诺表示谨慎，称朝鲜武器项目的废除必须是不可逆转和可核查的。韩国官员表示，朝鲜方面称将在五月底以前关闭核试验场，并向全世界展示关闭过程。据韩国官员透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周五在韩朝非军事区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还重申他愿意放弃核武器，以换取美国安全保证的意图。金正恩此举正值朝韩关系改善之际，金正恩与川普计划举行峰会，目标是说服朝鲜政权放弃核武库。但分析人士警告说，要建立一个平壤可以接受的核查机制，同时又能让美国相信朝鲜正在履行承诺，这可能是与金氏政权达成任何协议都必须要面对的最棘手的因素之一。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金正恩称他将与韩国商讨邀请美韩专家及记者观看核试验场关闭的可能性。接下来再让我们看一下《洛杉矶时报》有哪些内容。《洛杉矶时报》的标题是庇护申请在加州门口聚集，我们可以在第六页看到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一群来自中美洲大篷车移民周日来到加州美墨边境寻求政治庇护，对于常常批判大篷车式移民的川普，这无疑引起了他的愤怒。尤其当这数百名移民挥舞着洪都拉斯的旗帜，一些年轻移民爬上美墨边境墙的顶部，还有移民团队在边境欢迎他们入境时，都进一步激化了川普的愤怒。川普周六在密西根州的一次集会上说，你现在看到大篷车的混乱了吗？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糟糕的法律，我们没有边界。这些人一路步行或乘车逃离自己动乱的国家，穿越墨西哥到达美国寻求新的生活。但是目前他们被拦在边境，因庇护所没有位置收容这些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在上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鼓励有庇护或其他类似要求的人，在他们进入的第一安全国家寻求保护，比如墨西哥。但是随着墨西哥也有大量的绑架和犯罪活动，这些中美洲人恐怕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安家。这也是这次事件引起了大范围关注的原因，因为尽管不是首次有大篷车移民试图进入美国，但是却是首次总统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仍有移民试图闯关。最后再让我们看看今日美国，标题为无线电世界再次被撼动，我们可以在第二页看到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分别为美国第三大运营商的 T-Mobile 和第四大运营商 Sprint 联合宣布达成了一项$260亿的合并计划，但问题是不知他们的合并计划是否会通过美国政府批准，并且也可能被反垄断机构驳回，因为从合并后的无线电市场就会从四大运营商变成三个。 T-Mobile 的执行总裁约翰·莱热尔表示，随着其他小公司的进入，这种四变三的想法是很过时的，并且对于客户的争夺不应只是手机服务，还应该包括电视和宽带。两家公司还强调称，他们的合并将有助于二者更好地发展 5G，
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不会落到中国或南韩这样的国家。为此，双方称将在合并后3年内投入最多400亿美元打造网络，这其中也会伴随着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服务。不管怎样，在最终的结果尘埃落定之前，变数永远存在。以上是 USKN 新闻头条报，下面由主持人 Ivy 为大家带来娱乐新闻。韩国演员金范26日入伍服役，低调安静，没有举办任何送别仪式或者记者会。曾出演韩版《花样男子》《火之女神景儿》《那年冬天风在吹》《Mr. Cup》的男演员金范于26日正式入伍服役。经纪公司此前曾透露，他希望能够低调安静入伍，所以没有举办任何欢送活动。1989年出生的金范在新兵教育大队接受新兵训练后，要作为社会勤务要员服役2年。他因患有遗传性疾病，被判定以社会勤务要员代替现役。据经纪公司透露，金范从20多岁开始就因为遗传性疾病，一直通过药物和运动来治疗。此外，前不久金范被曝和女演员吴连续热恋，两人相差2岁，并已从3月初开始交往。韩国女团 2NE1 前成员朴春自被曝走私毒品后沉寂幕后，近日她首度接受专访，并道出了一个隐藏9年的秘密。在专访中，她揭开出道以来藏了9年的心病，原来她患有注意力缺失症，该病在韩非常罕见。她从国高中就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失症，容易分心，无法集中注意力。该疾病与过动症相似，能够完善治疗疾病的药物却相对难找。这个疾病最近虽渐渐有人知道，但没有正确能治疗的药物，所以他一直在吃过动症的药，但因为不是适合的药物，让他很难撑下去。正是因为如此，朴春转而在美国寻找合适药物，而他所带回的药物阿德拉是在美国能轻易取得且在当地合法的药，能够提升专注力与记忆，却被因含有安非他命成分，无知之下带回韩国，被扣上涉嫌走私毒品的罪名。成龙与港星吴绮莉的女儿吴卓林一直都很叛逆，近日更被人发现落魄现身加拿大，并称自己是为了找爸爸才去的。据报道，成龙与吴绮莉之女小龙女吴卓林去年才与网红女友公开出柜兼认爱，甚至为爱搬出家门，与女友同居，自食其力生活。未料日前经传小龙女已长达半年没有消息，让吴绮莉心急如焚。今年2月求助警方，被警列为失踪人口案处理。然而26日网上流传出一段影片，原来小龙女人正在加拿大，还声称自己要找爸爸。日前有网友爆料，在加拿大看见小龙女与其女友，并曝光超市监视器画面，只见小龙女满头白发，看起来相当落魄。据传，小龙女疑似在加拿大流落街头，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搬出爸爸成龙的名字，希望店家收留。目击者更称，小龙女手上还拿着一床破被子。近日，昆凌在社交媒体上传的照片里，曝光了周杰伦豪宅观景台的一角。据报道，周杰伦过去曾砸1.2亿人民币买下一户豪宅，房子除了地段好之外，顶楼的360度观景台可以远眺101、大安森林公园等处，景观绝佳。据悉，周杰伦的豪宅位于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段金山南路口，结合了地段、景观、设计等优点，在装潢方面，建设公司找来意大利国宝级大师打造。交易厅的桌椅也是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之手。除了装潢费尽苦心之外，豪宅最大的特点就是顶楼的360度观景台。过去昆凌曾曝光过在顶楼沙发上享受美景阳光的悠闲美照，绝佳的视野让网友看得羡慕。25日，他再多曝光一点顶楼设计，沙发区旁有一片人造草坪绿地，让大人、小孩，甚至是宠物都能自在玩乐，享受都市里难得的绿地。
摇滚天后艾薇儿的新男友近日被曝光，这也是她时隔三年后再次传出新恋情。她被拍到与一名神秘男子当街牵手，而且一路上有说有笑，看起来非常幸福。据悉，该神秘男子是美国德州亿万富翁的儿子菲利普。根据《每日邮报》报道，33岁的艾薇儿日前被拍到与菲利普一起外出逛街。只见他戴着墨镜，身穿一袭红色平口裙装，露出性感香肩以及美腿。虽然久未现身，但依旧非常漂亮。他一手上挽着暗红色包包，一手紧紧牵着男友。即便发现自己被偷拍，也并未立即放开，似乎间接承认了新恋情，态度非常大方。据悉，菲利普的家族财力非常雄厚，事业版图囊括许多行业。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家族还是美国企业500强其中一家输油管道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以上就是今天的娱乐新闻内容，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第39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 Yoon Kim 女士，欢迎您。 Welcome to USKN.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选举的日子临近了哈，那么准备选举的活动应该非常忙碌吧？Yeah, I know. So these days, I really wish we had like 24 hours in a day because that would give me more opportunity to get to meet more people and talk to more people. So we are in the final stretch, about 6 weeks before the June 5th primary. So it is the busiest time of the year. Oh, wow. Oh, 我听说众议院的第39区呢是在橙县地区，您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范围吗？Sure. Actually, the California's 3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is in 3 counties. So in Orange County, we have the cities of Buena Park, Fullerton, La Habra, Brea, Placentia, and Yorba Linda. That makes up 60% of the district. And we have in LA County, the cities of La Habra Heights, Hacienda Heights, Roland Heights, Diamond Bar, and Walnut that make up 30% of the district. And we also have the San Bernardino County in city of Chino Hills. All of Chino Hills, that make up 10%. So it is a 3-county, very diverse district. Oh, wow. 所以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哦。那您能给我介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其中大概有多少选民？这个选民当中呢，其中可能有多少亚裔？并且他们的投票率是多少吗？ So there are...like almost 360,000 registered voters in the 39th district. Oh, wow. It is a very diverse district where about one third, if not just under one third, is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other one third is Hispanic, and the other one third is Anglo and everybody else. Right. Of those registered voters, we have a very large percentage of Asian Americans, which make up about a quarter of those registered voters. Oh, wow. Now, really of those, we have a very larg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make up Chinese and Taiwanese. We have the Korean American voters, followed by Filipino Americans, Vietnamese Americans, and everybody else. So the voting block.Of the Asian Americans is very critical in this election cycle. It also has about, let's say, there are 17 candidates in this particular race. Wow. And I'm the only Asian American Republican woman running. Wow. And so we are really encouraged by the Asian voting bloc that is engaged and they will come out and vote. So we're really hoping.That the Asian Americans will participate and turn out the number of votes that we are anticipating because the Republicans will split their votes, Democrats will split their votes. So as a Republican woman, I hope that the Republicans will stay with me, but there are 7 Republican candidates and just as many Democrats.
So that means our Asian American voting bloc would really need to stay together and hopefully will be the turnout voter bloc that will help us. 那么你未来的选举计划就是什么？Well, between now and June 5th, we have just a few weeks left. Right. We are employing multifaceted campaign strategy. We're knocking on doors, we're calling everybody, we're on the air, and we have direct mails going out. Mm-hmm.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but we're doing a lot of meet and greets, directly meeting with the voters, telling them about who I am as right. a candidate, right. and answer any questions they have. Mm-hmm. So...This is going to be a hard work between now and June 5th. Especially the time is tick-tocking. Yes, yes, that is true. 如果您成为这个联邦国会的议员之后呢，您最想做些什么？You know, when I'm elected to Congress to be your representative,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I want to continue to do, and that is to be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3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But being the only Asian American Republican woman, my election will not only increase the representation that you had in Congressman Elroy's, but I will be able to bring in some balance in Washington, D.C. There are currently about half a dozen.Legislators from the API community serving us in Washington, D.C., but they are all representing one party. I am running as an Asian American Republican woman, and my election will bring that balance and truly make that API caucus a bipartisan caucus. So that will be a really important aspect that I'm asking you to consider because, you know what, we need balance in Washington, D.C., someone who can work across the aisle as I've done in the California State Assembly. And i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The June 5th election will really depend on you. As immigrants, this is our country.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our voices are heard. And to do that,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get out and vote. Your vote counts, and your vote will make sure that Young Kim is elected to represent your 3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Thank That's you for having me. 最后呢，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吗？ Sure. I'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in the 3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when I was working with Congressman Elroy's for over two decades. I'll be honored to get your support so I can continue to work to advance the U.S.-Asia relations because in this very difficult time, we need to work closely with someone and you need a representative who understands these issues. The 3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is very diverse.And we have to engage our allies in the Pacific Rim countries. And I'll be very pro-trade, pro-education, pro-business. And as I've done in the California State Assembly when I represented you, I will be very honored to have you to be your representative in Washington, D.C.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感谢 Young Kim 女士今天接受我们 USKN 的访问，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希望呢，大家踊跃投票来支持 Young Kim 女士。I hope voters will vote you as wonderful of our Asian group. Thank you. And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欢迎回来，接下来再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股价、油价还有明日天气。感谢收看今天的 USKN 新闻，我是主持人艾比，我们明天再见。